老公，怎么啦？你看你今天在家也没什么事，我这也没有衣服穿了，要不你陪我去逛逛街吧？你没看啊，我这正好看着游戏呢。老公，这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哎呀，你这不是找事吗？我天，我这玩游戏玩一小会儿，你这说逛街逛街逛街，你那衣服都快堆成山了上了。我什么时候衣服堆成山了？你看我整天穿来穿去就那么两身衣服，这不是马上要换季了吗？现在去买衣服还便宜，你就陪我去买一件呗。你这在家玩游戏玩一小会儿，你不是也没多大事吗？我这游戏啊，必须啊每天做任务。你看我这任务不做完，今天就废了。这号是我慢慢培养出来的。你那逛街什么时候逛不行啊？非要现在逛吗？哎，你一个女孩要什么衣服？我这不整天就一身衣服。整天做任务做任务，我看你啊，以后就跟着你的游戏过吧。哎，现在可以了。说话都那么硬气了啊！小豪，我发现你真是有病，一天天抱个手机就知道玩游戏，你娶媳妇干嘛呀？你说娶你干嘛？啊！天天这衣服不洗，饭不做，这就够好的。我这在这一会儿玩游戏，你这还叨叨叨叨叨叨，非吵着要买衣服。我告诉你，小豪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这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会对我好的，现在呢，就让你陪我逛个街，你还不乐意，就知道整天抱着你的手机玩你的破游戏。告诉你，不过了。哎，你倒厉害得很啊！不过滚啊！滚就滚！这个死娘们儿，当初真敢听我妈的，现在嫁给这个窝囊废，整天受气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找我妈。妈，怎么了，女儿？妈，小豪他打我，他我让他跟我一起逛街，他不去，就知道在家玩游戏。我说他两句，他又打我。他竟然敢这样，从小到大妈没舍得打你一手指头，他竟然这样。女儿先进屋里面，妈等一下去找他。我们两个去找他，等一下走上屋里面。卓豪，你玩游戏玩得挺好的嘛，你为什么打我女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朱小豪，我女儿嫁到你家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打的，知道不？哟，行啊，小豪，还请帮手啊。我今天已经告诉你，我就在这儿玩一会儿游戏，你这闺女就在边旁边唠叨唠叨，说要去逛街。我一天天的也没啥爱好，就是玩一会儿游戏。朱小豪，哼。你一天到晚的玩游戏，你还有理了？我看你啊是欠打，哼，就你这个德性还想娶媳妇儿，这次啊我让女儿给你离婚，像你这种男人呀、啊、永远娶不到媳妇儿，永远打光棍。我这你这什么什么，我告诉你离婚，走，小王，别离婚啊，打死你。